两位是吃饭的，我是来吃饭的，当然是来吃饭的。我跟二位讲，我们是消费，不是你对的，你们是不是盲目消费习惯？消费不是我们未来吗？要消费错。老哥，今天呢，我打算上完电视，然后我们换个电视。没事，你就放心点吧。咱们能当兄弟。没事，你就点吧，我来买单。哎，不是你们到底点不点呢？点个菜还能磨磨唧唧的。这服务员什么态度？咱们就点。点不好还是点吧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啊，你别服务员，我们先点菜，你把这里打扫一下，剩下的杯子回头可以给你。哎，我说你们还有心思来点菜，把我的杯子给我摔碎了，心疼的钱。摔碎了杯子，你就不让我点菜了？你知道我们这一个水晶杯要多少钱吗？那你说了算，你付杯子多少钱？开门做事，你们就这个服务态度吗？老哥，不能让他们长久，我可以选风格一些，要不别给他们。师姐，您能拿出两三千块钱，就有钱人了呗。这个很重要，来说。他钱都拿着了，这是不是坑赔啊？你给我闭嘴，给我叫过来。你叫谁闭嘴呢？你也不怕自己什么得意？我叫你去你就去，哪那么多废话？冲我吼！行，你要跟经理说，走着。哥，怎么了，宝贝？以后我烦着你，以前你还在你们那份儿经理呢，我在你这儿上班，竟然还能被别人欺负呢。是谁啊？谁吃了什么熊包子的？我跟女人都感动。行，你在这等着。让我们别受伤了。老哥，要不咱们把钱给他们算了，就做好这事。谁打的你？就你们俩的是吧？你们这服务员服务态度也太差了吧！摔碎个杯子，跟我们要三千块钱。三千？那不好意思，他可能记错了。我们这一个杯子5000。5000？你怎么不去抢？还开什么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要给我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我告诉你们，现在这社会，像你们这种没钱没势的，就只配这种待遇。没权没势怎么？没权没势，你敢跟你们说话？你给我闭嘴！你没你说话的份儿呢？这配不配的？有是有，人为不亲，亲为不亲。哼，过分！我觉得不过分啊，杯子是你们打碎的。告诉你，现在5000块钱已经不行了，我给你两个选择，要么乖乖的给我拿1万块钱过来，要么给我赔一个一模一样的杯子。杯子是吧？老哥，我这就去买一个一模一样的。哎，乔总，你也太欺负人了。乔总，你要的杯子放这吧。乔总，这杯多少钱啊？你们才多点好戏呢！你怎么说话？说话够好听的。怎么着？还想动手啊？动点手，就不是这个价吗？你有这么狠吗？跟这种人谈套餐？你急眼了吗？在我的地盘，你们给我装什么装？我看你今天是皮眼了吧？行了，郝秘书，你别管了。今天我就要看看他们名下的产品到底有多成功。你把枪给我找上。何总，这没事，去吧。好的，何总。
小子在的老师给我打电话，我叫人砸了这个店。小子，你还真拿自己当回事了？你还敢砸我的店？不信你试试。行了，你去吧。好的，王总。我看你小鳖虽然一个，你要的杯子给拿过来吧。哼，杯子是拿过来，它不是我想要的。你简直无理取闹啊！这杯子明明和你们的一模一样。我们的杯子全是从你国土地进口的，你这个顶多是个地摊货。在我这里，我说了算。你简直是欺人太甚！我正欺负你呢，怎么样？行，你想怎么回啊？好的，那我买个杯子才50块钱。香妈，你是不是傻呀？你觉得你这个杯子和我们这里的是一个档次吗？你怎么说话呢？哼，小瘪三，老子怎么说话不能你教啊？我没错，给我教训教训，教教怎么做人。教我做人？你来试试试试。你看看你今天你是没刷牙还是天生不会看低哦？你有种就等着，今天你们谁也别想回答我。你还跟我来劲儿了是吧？知道黄秘书，知道让他把他的老板找回来，然后给我们尝菜，尝菜给吃饭的。我们黄子说话能听到吗？还不快去？行，你们给我等着。老总，需要我联系他们董事长。先别急，我想看看他们的领导，正好就是需要合作，我也好摸了他们的点。臭小子，原来还能打我啊！我等着。老总，这里的负责人我认识，他是个挺不错的人。你是以什么身份跟他认识的？你先回避一下。我真不相信能培养出那种人，会是什么好人？哥，怎么回事啊？哥，我在那边来了几个乡巴佬，打去了杯子不赔钱，还动手打我。什么？个人动手？你是猪吗？才跟你说过这几天公司有事儿，让你低调一点。不是我跟他说，是他先打到我。行了，别跟我说这些了。你是什么德行，我还不知道吗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，还在这干嘛？去给我解决了。那我这几巴掌也不能白让他。我的人也不是谁想动就能动的。走，我去看看。三哥，饿了吧？就你们几个动手打人的？你是谁？我是谁？我是这里的负责人。啊，不过这部长的职责，你该去的。遇到了这么少，明明是你先骂我们的。哟，你个小杂种，你还没点儿事啊？小哥，我来处理，我会让他们后悔。你就是这里的老板？是的，这里我负责。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交代？交代？什么交代？你们这里的员工这么没有素质，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我的员工还轮不到你来教训你。你的员工，我还没有心情去教训你。你问了，一个杯子跟我要50块钱，你觉得合适吗？5000，我觉得很合理啊。合理吗？我刚出去买一个才50块钱。你的小马，我跟你合计了，干什么？行，那你买什么？不过小兄弟，我要告诉你，我是跟人说话，你都给你插嘴了。你真的可以啊！身为一个服务行业的负责人，你难道不知道顾客不分3六9等吗？你就这样对待顾客？你是在教育我吗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不是光想犒劳自己，像你们这样的乡巴佬也配当我的顾客吗？你想想他穿的还不如一条狗。我们岁月穿的不是，
但是你不能侮辱我的人格。你平时做人做事跟狗相比吗？拿开你的脏手，弄脏了我的衣服。你知道这衣服多少钱吗？一辈子都买不起。虽然你身穿名牌，但是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这年头良心值几个钱啊？你有良心，想像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连个杯子都赔不起。如果让我选择，我宁愿不要良心。这个社会我只认钱。我算是看透了，希望你不要后悔。别跟我说这些，打碎了我的杯子，打了我的人，外加耽误了我的时间，一共赔五万。五万？十万？你疯了吧？20万？行，既然你这么做事，我们没必要再谈。黄秘书，出来吧。来，看看你说的这个还不错人。哎呦，华兄，好久不见，你怎么在这儿？